也是美丽岛暑假三七周年的纪念日，头啊，咱刘世芳座谈会讲起，确确实实民主不是为起点落来，是咱努力打拼，大家流血、流汗、流目屎，安尼才争出来。所以讲，若看讲咱台湾为民主的发展，确确实实就高中暑假好，幼仔头暑假好，也是美丽岛的暑假，拢是一再甲咱讲。咱爱疼惜着咱遮个前辈，安怎拍拼，安怎努力，为着台湾的自由、民主和人权，大家会当去拍拼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的民主时代，这个影像巡回展，伫遮来举行，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活动。啊，恁新加坡嘞，笑笑有哪个好？啊，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。所以说我们的火炬已经变成了一个灯塔，而且我也毕竟每年的暑假的时候，大家都拿着火炬，来亮台湾，点亮民主。确确实实，在今年1月16号，台湾人民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，让我们能够点亮台湾。我们也希望能够点亮民主。在座的立委，像是陈其迈委员也好，或者是林代华委员、史志全、赖瑞龙。李芬哲他们都是很努力，继续在立法院为了追求自由、民主、人权而努力，巩固全球普世价值一个最好的地方。我们当然也盼望有一天，这样的一个自由、民主、法治还有人道的这样的精神，能够在全亚洲能够普遍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民主的火炬一棒一棒的传给亚太地区其他的国家，一定要给世界上再来一次。展现我们对于民主自由的争取盼望，然后把人权更加的发展。第二，68周年的世界人权日，还有37周年的美丽岛事件，我想今天大家能够共聚一堂，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拢是会当手牵手哦，肩并肩，会当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，再来较拍拼，再来较努力。英雄到顶向自由行。英雄到顶向自由行。